纯白的豆浆，是纯白的浪漫。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，我傻傻对你笑。我就是爱你这样放荡不羁，带我浪迹天涯。你说我就像油条，很简单却很美好。那也不错。然后我只能又问小鞠了，什么什么？你只能又问我了？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要说小鞠，小鞠喜欢收集手，小鞠每次都抢我的身心。哎呀，你这还泳装，他第一次没被我抢走，但第二次学聪明了，就是再也抢不走了。而且你还我，你还我，这是小气。而且重点是阿火本来打算是第二天，我说阿火，要不现在我们就去见他。现在我说，他说，好吧，就是存在先问谁，后问谁的。